谁让门锁啊？来了。不是，你说你至于这么用劲吗？ 我不这么用力，你会长记性吗？我也没看到啊，问题是。还说，你说你们家的门到底是谁反锁的？不知道，反正不可能是我。这门啊，它还是得锁。你说我家宝贝儿，该考验考验，该助力助力。 这两不耽误我呀，加油拿下金龟婿。这估计是谁恶作剧。说那怎么办呀？我妈一打牌就关机，不到天亮绝对不回来。你要不打电话给小严？那是我秘书，人家不是开锁了。怎么办？ 而且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干嘛？你平时都这么老老实实的吗？那你平时都这么讨人厌？倒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形容。 做多一份的感觉还挺好。你疼吗？才不疼。我不怕跌倒难免受伤，你心疼我在旷野微笑着的模样。 感谢你体谅我的倔强。